来了，开饭了，这是我的梅菜扣肉。好，梅菜扣肉，我试试看。哎，你不是这个吗？我是梅菜扣肉。又上当了，厂里来了。嗯？难道是我猜错了？嗯？到底是哪个换来换去的？我才不上你的当，想骗我门都没有。嗯，好吃。嗯，你不会自己听啊？那见一个吧。这也被你买去了啊？我吃。哎，那一起吃呗。你们这回家扣肉，扣吧扣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喝点吧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吃饱给我吃了。吃吧吃吧。啊，给这个给这个饭米饭。来，就是米饭呗。你还能整出什么话来？这啥呀？这是啊？打鸡腿啊？有人。哦，就是故意让你看见，我再换个地方藏起来。太有才了！我看看老爸玩的什么花样。我把烧鸡再放回去。造孽！哎，你来了。哎，今天有西瓜，我吃西瓜。你这个西瓜吃不饱。哎，我今天不怎么饿，把这个凉皮儿给你吃吧，都给你吃了。这么容易就上钩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还想吃我烧鸡呢？等着啃西瓜皮去吧。这个鱼你也不吃了吧？鱼你也吃吧，不吃了。不吃正好，啥你也别想吃上。妈妈，这个玉米羹超好喝，超好喝。
出来。怎么该我分了啊？嗯，就是分吧。啥情况？我晚上睡觉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嗯，又来这套，天天就是长啊长的。不行，还是换个地方吧，在我眼皮底下最安全。切，弄好了不来了。哎呦，你吃鸡没啊？吃的顺利啊？吃了。嗯。吃火龙果，干干净净吃。你不是不愿意吃火龙果？切，我当然不爱吃火龙果，可是我爱吃肉啊，铁子。吃着碗里的还得看着锅里的。今天终于扳回一局。啥情况？哎呦我的妈！老爸又在搞事情，这是要套路妈妈呀！不能让老妈吃亏，把烧鸡留给妈妈吃。哇哦，不错呀！哎呀，吃饭吃饭！来了，来喽！来，选一个。哎呀，怎么又选？这钱。我选这个吧。先选后吃，老规矩啊。还想坑妈妈呢？有我在，门都没有。一会看你傻不傻眼，造孽，吃饱了？哎呦，撑死了，真舒服。吃饱该我吃了啊！怎么吃？哇！休息呢，大放啥情况？有人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